好，在这边我们来看 SPM 2020的 Paper 2的第四题 Vector 的题目。好，在这边它告诉我 OA 是 2X， O 去 A 是 2X， 然后 OB 是 3Y， 这一个是 3Y， AP 是 1/3AB， AP 是 1/3AB， 这边是 1， 这边是 2，合上来是1/3啊，整个是三分啊。然后他告诉我 OA 等于 KOB， 这样就代表他这一个其实是跟这个平行了，因为它是它的倍数嘛。然后他要我们找 AB，A 去 B， 所以 A 去 B 非常简单 ，A 去 B 就减 2x 加 3y， 减 2x 加 3y，OK，、okay? 它倒反 negative 2x 加 3y，OP。O 去 P， so 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的那个什么 AP 会是等于1/3 AB， 所以它会变成1/3减 2X 加 3Y， OK， 好，所以它这一个是减2/3 X 加 Y。然后我要找 OP 的时候 OP 就是 O 去 A 然后再加 A 去 P， 所以 O 去 A 是 2X， 所以它是 2X 加减 2/3X 加 Y， 所以它会变成 4/3X 然后加 Y。 好，然后它要我们 state OQ in term of KXY， OK，在这边好， OQ 是 O 去到 Q， OK， 然后我的这个B， 等一下，在这个是属于 A2 的部分，这个是 A2， OK， 好，然后我的这一个什么东西啊，它的 OQ 是 O 去到 Q 吗？然后我的这个 AQ 的 OA 等于 KOB， OK OA OA 等于 KOB， 我这边带错字了，这个是 AQ 等于 KOB， AQ 等于 KOB， 所以我的 AQ 等于 KOB 的时候， AQ 等于 KOB， 然后它会是 K 乘 3Y， 所以它这个是 3KY， 这个是 3KY， 所以我要找 OQ 的话呢， OQ 呢它就会变成了 OA 加 AQ，所以我在这一边它就会变成 2X 加 3KY。 好，它叫我们 find the value of K if the point OPQ， 这一个 OPQ 它是 collinear 同一直线，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的那个OP会是等于 lambda OQ， 我的 OP 我刚刚找到什么，我 OP 刚刚找到的是 4/3X， 4/3X 加 Y 等于 lambda OQ， 刚刚的这个是 2X 加 3KY， 所以我在这边的时候，这一个我把它这个乘进去的时候，我的4/3等于2 lambda，我的 lambda 等于4/3，然后乘2，我把这个2搬下来，所以我的 lambda 是2/3。然后我的 e， 这个是我的 x 的部分，我的 y 的部分呢 ，e 等于2/3乘 3k， 所以我的这一边我的这个月，所以我的 k 会是等于1/2。好，就是这样。